大家好，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职位是这一份。雇用形式是正式员，雇用的人数大概是1到2名。工作的内容是营业，工作的地点在祁玉县川口市，时间是上午9点到17点30分，月给是20万到30万之间，休息日是周六和周日，一周休2天制。工作的内容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们面试的时间在4月22日，星期五下午的2点钟。这里是我们 JobFia 的介绍，我们每天都会有说明会，周六、周日和周日也会举行。每周的周一、周三、周五是上午11点开始，周二、周四、周六、周日是下午1点钟。每天的面试是免费的，并且我们1楼有食堂会提供大家餐饮。我们每天会提供大概40家以上的企业说明。每次来的时候会拿到一张 ticket， 拿到 ticket 之后就可以免费参加面试。我们的公司地址是在东京都神田站，下面有我们的具体地址跟联系方式，欢迎大家来电咨询，谢谢。